这里有一根针哎。Oh my god！ 妈妈，你看前面插着一根针哎，好离谱哦。Okay. Okay. Okay. Bye bye. No, you sleep. No, I still awake. Okay. Later. 他到底要干嘛？我们要去南部 Luxor， 耶！我现在已经到这个开罗的那个火车站，我们今天要卧铺坐12个小时的火车，然后睡在里面，体验一下埃及人的火车型是怎么样的。听说非常的恐怖，我们要跟贫民窟一样在一块，然后这样一起挤过去，就是平民百万富翁里面的场景。你看那边有个人睡在那上面，看你右边看，好，略过你，好好好好好，走。他们要坐这么远，这样坐12个小时，对。然后我带我进来，他坐这么远，很像 VIP 哎、欸。因为我们是外国人啊。很像还护送我们这样子。对，他们很保护观光，他很怕出事。所以这里的车站会像欧洲那种很危险吗？这里是混乱，但是不会危险，所以有人会帮我把行李拿进来。你看我们的行李都在那里，全都没有费力哦。前往南部的车票。火车来了，我们要上车了，要上车了。有臭味吗？马粪啊，这马粪的味道。闷热味，要拍电影了，要拍电影了。东方快车谋杀案，东方快车很高兴。为什么不是鬼灭之刃？我的妈妈咪，我的妈妈咪。阿爸，你发烧了掉嘞。OK。70、89、20。哦，我的天哪！好帅哦！真的好夸张哦，没有这样过。我吓到了，天哪！这什么鬼啊？我这次我要坐的。我觉得这不可怕，可是我觉得他的椅子应该坐过1000个人以上，他应该没有换过任何的床垫。来跟大家 room tour 一下。这边是窗户啊，它的窗户。这就是一个长廊，走进每个房间像饭店一样。你进来之后呢，你就会看到有上铺跟下铺。哎呦，谁在打东西？嗯，谁啊？是谁？哦，是对面的人。他的头好近，他头还有这，他头超近呢。Hello。喂他，他爬不上去。这个有难度哎。啊，我看到了，这里，哦，有点拉伤。他在打了。哎，他在打，我想知道为什么要打。调皮啊，小朋友啊。嗯，我不知道我要怎样呢。好暗好暗。有灯可以开吧？你要按下警示灯。那球你踩着上去的。啊，不是啦，那个洗手的吧？你要踩它上去。哦，真的耶，就是洗手。对，那边好灯哎。后面有个门是可以通过去对面。干嘛的？哦，可以通。哎呀，哎，上铺那个比较大，大多了。那等下就先送餐。送完你们要睡的时候跟他讲，他就会帮你把下面的椅子变成床摊下来这样子。嗯，酷啊。我只觉得上面很晃。好像真的很晃。就是哈，随身包包或者是一些什么的放在上面，那行李当然就放在上面。哦，它是一个梯子，你的梯子在这边啦。他刚踩这里上来。哎呦，就算了，不要。这是我的尿杯，我平常尿都在厕所倒掉。这是一楼，然后上面还有一层二楼，就是当兵在用的那种行军床，一堆内裤啦，在我口袋里面。这边就有一个衣架子，可以挂你的外套，两边都可以坐人，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子立起来。哦，那今晚就在这睡喽。哦，谁？Hi, Nikito. How are you, my friend? Good. Oh, welcome. I need the table, please. Can you get this? Okay. This is good? Oh, good. 这边插进去的，然后就把那个餐盘给稳住了。那个是刚刚放地板的。哦，不餐巾吧？哦，好紧张哦。你准备好了没有？你好像一个乖媳妇。就是我还在研究，第一次做这种东西。哎呦，窗户哎。那这个感觉超久没洗了，我脚都开始发痒，你脚会发痒吗？还没。你身体开始痒了。小圆椒啊。
我上来了。嗨。感觉好重哦。我好累。好玩吗？好累哦。其实上面的环境不错哎，你要不要上来看看？这里有一根针哎。Oh my god。小猫，你看，全部都插着一根针哎，好离谱哦！它这个歪掉，根本不能用了。我说，搞不好上面有艾滋病的血。好，你小心一点啊。这样的话，我会喜欢。这样很好啊。我们这件有点烂，选择有点像，这边有点小痒，而且因为我们穿比较少，就穿的。哎，你们两个现在看起来很舒适，蛮舒适的。我们还有音乐。非常不得其乐。我等一下要拿那个杯子来尿尿，我就要在车上尿，然后我就倒在那个水里面就好了。我根本没有去厕所，你可以直接尿先尿啊。哪有差，那个水会冲掉就好了。做得很脏哎，这里的清洁卫生不是做得很完备，摸到什么脏东西不要随便乱摸，什么什么眼睛小嘴巴。那 B 怎么办？就你自己想办法了，这个不是别人可以救你的。妈妈也是第一次做这种东西吗？第二次。当第一次在哪？在日本啊。那日本的舒服吗？那当然了。我跟你讲，我刚刚我就耳机掉了，我就开了一下灯哦，照一下，我烤箱里全部是灰尘。这部车子建车到现在，搞不好都没有打扫过。那你敢去上厕所吗？可是你得上啊，你又不像我一样，我准备个尿杯，我有垫一块尿片。把你妈逼到包尿布了啦！我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想大号了，可是我真的不敢大，所以我一直忍到那个到了饭店的时候我才大。啊，你看庄上在那个那里大，你有没有很羡慕他？我还买了一座埃及金字塔留在沙拉沙漠。那你对那一块土地还有贡献？哇 ！How are you? Thank you.Okay, thank you for my chocolate. Thank you so much. Okay, okay, yeah, take sure, it, take sure, it, take sure. it, take it. After dinner, can you give me big chocolate? Okay. Oh, thank you. Okay, where you come from? Taiwan. Oh, Taiwanese chocolate, very, very beautiful. thank you. Okay. Okay. Happy dinner. Bye by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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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h.我抓到了，他摸你的脚两次。对，他按摩我脚，都摸我手。你不要踩行李箱。吃晚餐咯，来开箱一下。我想尿尿。或是你去开箱一下厕所。我不敢。现在人家很流行开箱商务舱，然后你是开箱埃及卧铺。After dinner, you like to drink some tea, black coffee? We go to the coffee shop. Coffee shop is smoking the car. It's very, very smoking. Yes. Okay, we go to toilet. No toilet. No toilet. Where? Okay, black tea, huh? Black tea. Thank you. Okay, Habibi, happy dinner. Okay, thank you. Bye bye.一把掀起来，我的妈妈咪呀、啊！看起来是还好，味道也还行，有芳香剂的味道。测试一下脏不脏？应该是。你用湿的擦一下。人家以为我们两个在厕所。你在被鸡奸的是吧？不能用，不能用啊！不能用，不能用，不能用，不能用。我不要尿，我要回去。我差点接触。我没有做过这么让我非常的野外求生的感觉，好像那个女子监狱。哎，他们的这个很高级，我们的很脏。你们用这个尿尿就好，因为什么超脏的，那鸡会发炎。你也不敢。那这么比起来，野营比较干净。那应该就不要做下去了，就是。我觉得我吃下才能大便这件事对我来说很有帮助，因为我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时间。你知道在拍的时候，那个荧幕前面都有那个灰这样一直飞过去飞过去。开箱埃及卧铺火车餐，面包可以，那有饭，姜黄饭，他们之前都是吃这种饭，有点像是吃烤肉所以搭配的这种土耳其菜色，你懂吗你？鸡肉配青椒，然后这是番茄，然后这是他的生菜沙拉，就这样。但他餐具至少封起来。然后是免洗的餐具，嗯，看起来这种有点干，我不喜欢这个。为什么？这有蔬菜腥味。火车餐怎么样？50分。而且隔壁
车厢有蛋糕。火车餐吃起来如何？还行，但是我觉得饭我比较不习惯。啊，你吃起来怎么样？我饭也不吃，我就吃这个牛肉。那吃起来就是硬邦邦的牛肉啊。我想挑素食耶。很晃哦。臭怕等下脱轨了。过敏喽！天哪，这个杯子真的是 everywhere 都在尿尿哎！哎呦，很想晃啊！完了，希望不要满，我先憋起来一下。水龙头随时可以控制开关。阿姨，有人在尿尿。大家都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已经不怕你再掉了。My wife. Okay. Finished. Okay. Thank you. We have a bed. Okay, the bed after 10 minutes.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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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 bye. 我刚刚在那边尿尿，我把抽奖。哎呀，好痛啊！整台车都你的声音。尿啊尿啊！对啊，给我你的尿吧。你们还真的玩得真爽。他叫你过去。哦，那个是挂那里的。哇哦！哦 ，professional。Good。哇哇 ！Are you amazing？肉眼可见的灰尘呢、欸、Nice, thank you. 你知道你现在超多灰尘，那怎么办？像雪花一样。Fuck you. We're okay. Okay, good. Everything is okay. Yes. Give me the beer. Kiss. No, bottle. I have a big bottle. Yes. I will find it to you. No, now. Wow. I will let you know. No, you sleep.No, I'm still awake. One bottle of beer. I find a beer to you. Where? I go to another. Later. Later. What? Okay, 1, 2, 3. Okay. Thank you, my friend. It's so nice. Nice. Good night. 他在底下干嘛？他就是一直摸我这，他一直抓我，他从我这边手这样伸进去，这样。那他一直带你下来，从上面下来。然后叫他这样抓你，下来，他一直要伸进来。那这样，靠！我烂地方还要被人家给性侵，性骚扰而已啦。看起来真的是有后路，他都看不起你、啊。没有看过人家被性骚扰这么开心的。我们能怎么样？在人家的地盘能怎么样？找一堆人来我们轮奸。烦死人了！好久刚不在下面，不然就死定了。就被抓起来干、嗯。我是藏了一个武器在下面，我是挡住我的脸，我没有把它藏住一等一次。哦，我今天在准备要睡觉，超级晃的，晃到想吐。喇叭前面都可以吃到的，这个难度大概是
症，你知道吗？我好像睡在咖啡杯里面。是是，睡得蛮舒服的。就很冷哎。Finish.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我把衣服穿起来了，明天都会怎样？不能强奸。我下来喽。睡得好吗？还可以。我想说，如果赴火车是很少，因为我们到那边的时间为什么这么奇怪啊？他应该是都开晚上，让大家睡一觉就起来就到了。睡得好吗？还好，咬死人了，咬死人了。应该叫他们这个国家的运输大臣过来尝试一下这个机。还睡到流口水？我们早就流口水了。1 minute to Luxor. Okay. Where is my jeep? 啊 ？Money. 还要钱啊 ？Where?Habibi, yes. 我的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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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很好睡，他说很好睡，很像摇篮，对不对？对，他说超难睡。我觉得这台的那个开的跟赛车一样快，他开得特别快。你也觉得很好睡吧？除了想跳，我现在又想跳了，怎么办？我这样扛下去，哎，你看好累啊！哎，超强超强，强到爆炸！我那个很重哎，他太厉害了吧？瘦瘦的，然后这么厉害。Thank you so much. 哦哦，那我只穿八号，给他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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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那蓝色衣服的，那个我们他已经出来了，来看这个车站的外面。还是直接用窗户进来啊？对啊。这是卢克索的饭店，开罗住的第三间饭店。卢克索的饭店真的最棒，没错。跋山涉水，好累哦，辛苦哦，终于躺到一个像样的地方了。卧铺怎么样？啊，实在是过敏，过敏了。